没想到房子里你还有两个面孔，平时双手插兜里，任何东西都不放在眼里，宽肩窄腰，藏不住的背肌，还有这个手臂，有眼福啦！奔赴火场救援，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但只要一谈起恋爱，立马大变样。逛街时抓住他的手，又暗戳戳握紧，满眼都是他。合照时会把脸主动放在他的手上，这个距离恨不得钻进他的怀里，拥抱时又像小孩一样摇摇晃晃，看他吻上来，才敢试探性抱住他的腰，只在他面前表现出偶尔的怯懦。我怎么记得你之前站挺稳的啊？我严重怀疑黄景瑜到娱乐圈服兵役来了，别人都是来演戏的，而在他的新剧里看起来就像在消防队上班。光看花絮，我还真以为这就是消防员的日常，接地气的和队友聊天分享餐食，丝毫没有看出他有明星架子，这才让我明白了黄景瑜拍军旅戏既是舒适区更是统治区。这哥们儿快把各种兵种都演遍了，身材、气势、精气神样样俱全，他挣这个钱我是真不眼红。然而他的新剧却直接将杨洋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杨洋也恰好拍了部消防员题材的电视剧。在片花里，黄景瑜演的消防员就像现实一样灰头土脸，全身上下就牙齿最白，而杨洋的新剧中连眉毛都要画得有棱有角，本来就是个讨人厌的小混混人设，再加上讨塔的台词和时刻耍帅的习惯，顿时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吐槽。更离谱的还是他的躺板板睡姿，这么板正能睡得舒服吗？因此还有医生发文称，这个睡姿相当于脖子上挂了16瓶矿泉水，虽然在一本正经的科普，但是让整件事变得更好笑了。而他的包袱不仅体现在演技，装备也是十分的齐全，为了展示自己的麒麟臂还特意穿个肩垫，即使在病床上穿病服里面也得垫着保持形态。再看看黄景瑜的拍摄现场，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坐在消防车上灰头土脸的黄景瑜狠狠给了杨洋一耳光，乍一看到这个画面还以为是出警回来饿了坐那就吃的消防员，但直到镜头拉近以后才发现，原来那个丝毫不在意形象的就是演员黄景瑜。而这也是在拍戏现场，单单是这一个场面就让人有了看剧的心情。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后直言，比起演戏来说，黄景瑜更像是去上班的消防员，毕竟我们日常看到的救火英雄真的像他一样救火回来以后是灰头土脸的，全身上下最白的就是牙齿了。但从这一幕就可以看得出来，黄景瑜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拍戏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接地气，这样观众在看他的戏时有非常大的代入感。再加上他那硬朗的外形，经常会有军人的角色找上门来，黄景瑜不仅来者不拒，还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眼神坚定的仿佛要入党，不愧是被称为在娱乐圈服兵役的男人，演技直接吊打一众小鲜肉。特别是最近饱受诟病的杨洋，他在新剧中也饰演一位消防员，但跟黄景瑜的相比来说，杨洋的演技就相当拉胯了，所有的表情和动作随时随地都在告诉大家他很帅，但这种频频耍帅的表演看多了真的会让人感到腻味。特别是在救人的时候，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他还能时刻保持脸上的优雅，甚至连一点灰都蹭不上，这才是最不符合常理的一点。所以在这部剧播出以后，杨洋的角色饱受吐槽，反而是魏大勋的孟宴臣意外出圈，寥寥几分钟的剧情却意外让网友们 get 了他的演技，并在网上掀起了一股考古热潮。就连消防队的官方账号在为他们宣传新剧的时候用的也是魏大勋的场面。至于杨洋早就被遗忘到了犄角旮旯，可以说如果没有魏大勋的话，这部剧就更掀不起一丝水花了。甚至还有不少人给杨洋留言称让他去看一下黄景瑜的片段，学习一下怎么样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消防员，这对向来无比自恋的杨洋来说可谓是非常侮辱的话了。但他也确实需要彻底清醒一下了，长得帅只是娱乐圈的敲门砖，演员最终还是要拿作品说话的。回顾杨洋出道这么多年来出演过的电视剧不少，可关于演技的奖项却寥寥无几，甚至被人说32岁还靠着23岁的耍帅演技来闯娱乐圈，这才是对一个演员最大的侮辱。希望他能早日清醒，彻底丢掉自己的偶像包袱。到底是怎么每次都能精准的找到内娱的莽夫的？走了，孙红雷来了个礼貌版的黄景瑜是吧？会让你沉醉。歌词对了，再去。谁说什么来着？谁说什么来着？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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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捏错了，失去本轮的攻击资格，不能够再抱去扯绳子抢，都是犯规。那你别让我玩得了呗。就干，就干，就干，就是先看到谁，只要揍着面就必须把他扒拉这一道，扒拉。
姚家只会欺负工具，你看没？知道怎么做老大吗？怎么做老大吗？把黄景瑜的那个椅子撤掉，让他扎马步吃。什么？你的队长说让你扎马步吃，你刚才说了吗？你说了吗？你想想，你说了吗？那你夸我一下啊？不是夸不夸你的事，你说没说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就说。这是导演记性不行，小贾啊，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再溜达溜达看。哎，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干什么？你是出纳？我借三个，我一会儿还过来。我要不现在实在是没法进行下去了，我借借。佳怡，别欺负了。这个这个，我说程建良不可以，不可以。是验，我在验宝啊。舒淇，请你从我家舒淇。我不 happy， 有人高兴，有人哭泣。你就帮我扣起他，别让他把我。我就是我。有什么问题不能睡的？那我把你肩膀拧断了。肩膀拧断。嗯。不。我今天还要借指甲，要找一家美甲店。不用，一会儿你拿错我就给你错了。真的假的？那你先找一个试一试吧。不行，太厚了，这刮半天都没反应，换一个弄法吧。削。我建议你和黄景瑜在最后面，景瑜你在最后好看，前面能有掉下来，要不你一个人在前面，我们都，那把你们四个都弄下去，别挺好看的。一会儿出去有机会啊，咱把他们气球都给抢回来，咱不捏，回来咱照着灯看哪个是捏哪个。我觉得这个。亮哥，咱俩结盟，我想的是，你把那三十根拿出来，再给我聊事啊。哥，我可以把那三十多根拿出来，拿出来，继续，咱俩先拿完再聊，咱俩先聊，拿完再聊，行行行行行行，咱俩先聊好哥，聊不了，不会听不见，哎呀，嘿，怎么突然忙了？咱们这样吧，玩个高难度的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不，石头剪刀布。你第一个淘汰，我俩三条通过。这不对，景瑜愣欺负人呢。没有啊，这不对。不是，最后得一对一啊，你这都是。那我赢了。你先出去，我俩赢了再跟你打。我都已经喝出不要脸了，还不能是我的吗？那这样，小严，在哪？你先拿着，你先拿，我抢你的拿。爱中我，让感情潮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所谓的调不对也行啊。何必还要先说暗号？是，我就直说了。好，你把手抓开。你是好的吗？不是好的。有一个好的就能赢吗？嗯，咱俩给他们都干了得了。傻了，咱俩给他们四个干了。你好聪明啊。对呀，墨迹啥了？是啊，看起来好累哦。走走走。请东北老爷们儿的语气警告粉丝不要熬夜。你就熬吧，就熬夜吧，是那样的，熬黑眼圈掉头发跟愁心了，愁心了。那你觉得自己算钢铁直男吗？怎么了？还有纯金的、银的、铁的、塑料的。是你身上哪些部位被人赞美？整个身体都被人赞美。你不看到整个身体吗？你看不到吗？我下半身是透明了吗？透明了吗？我淘汰了，他俩唱。我问得太逼真，让我把虚情假意当作最真心的亲吻。稳稳的幸福，那是我要稳稳。你怎么从中间起呢？稳天稳大地，那是我稳天稳大地。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你说啊，擅长把别人扑倒。范丞丞已经手搭在你的肩膀上了。对，不行不行不行。Later。轻一点。哇！擅长把别人扑倒。等会儿哥哥们忙完了，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你玩会这个，太好了啊！给你个活干好不好？就把它捡回来。我都看不下去了。然而，好大力啊！我都怀疑他真的打过仗。我发现今天是520，家里每一个人一只，送给你。我要人，我要花干啥？你
两哥，左前45度，直走，直走，前面一米，一米，左手到了，左手拉头，回来。佳琪，往你前走，往你前走，地下。不行，撞到了，撞到了。用力。对。杨哥，右前。直走。这里。我再走。直走。来，给我扛。要石头，要石头，好，回去掉头直走。